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爱成都小院。之前呢拍过这个做藕粉的视频啊，多亏了妈妈才成型的，不然就是一坨水。今天呢就买这个每日坚果，加进去呢就变成了坚果藕粉，瞬间呢营养价值就提高了，色彩也丰富了。上次我一开始没有料到，做完以后呢就发现没什么味道。那今天呢加完这个以后，就立马加白糖。这个是颗粒状的，不是粉状的，直接加热水就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。Let's go。怎么那么像猫砂？然后上坚果。感觉很丰富，对吧？感觉太大了，掰掰散了。好，上白糖，加多少？加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就这样吧，搅一搅。哎，感觉都快满出来了，再加点水，岂不是哗？好，上热水，再不成功的话就继续微波炉，我就不行。完了。又失败了，这就是拌了坚果的石灰水。什么回事啊？真的是，我就不信了，微波炉都救不了它。上高火，这传说中的。一半凝固了，一半没有。看来还是微波炉好啊！再来，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QQ 弹弹可以拉丝。有点后悔。怎么了？糖放少了，应该再甜一点，我喜欢甜的。不过呢，比之前好像是 Q 弹一点了，而且更有营养，所以这次呢也算成功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